好，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是真正的鬼手，瓶盖、瓷碗、手胶带没有任何的问题，瓷碗正反胶带没毛病，扣在桌面上，瓶盖就存这个位置，不要眨眼仔细看。三、二、一，直接穿越到瓷碗里边去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接下来不用点红心，也不用点关注，咱们直接进行一个慢动作详细教学。好，其实这个魔术就是一个纯手法，有一定的难度，需要稍微练习一下。首先，所有的东西向观众展示完毕以后，将瓷碗扣在桌面上，瓶盖对着瓷碗说三二一穿越的同时，用大拇指顺势将瓶盖推至手掌心，看一下，就像这样卡住。开碗的时候全程挡住观众的视线，我们放开角度来看，先将瓶盖落在碗后边，抬高瓷碗，用小拇指顺势将瓶盖推进来，这个魔术就完成了，功到自然成，多练习就可以了。你学会了吗？